my ladies， 我接下来要去超市和我的朋友集合。我们今天要在我家一起做披萨，所以我们要先去买放在披萨上面想要放的材料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一起做披萨啦。我们先去买 cheese。 Yeah， 这不 cheddar 吗？ No， there， 哦，那边有什么什么肉？这个什么的肉？跟蟹棒、番茄罐头。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甜的，那就这个。条形码并放好装袋台，请选择。有，我们奢侈一点，我们外面这一层不要了。啊，不要。这样奢侈，好奢侈啊！我们，现在准备好了我们的原材料。蘑菇切好了，洋葱切好了，这是火腿、培根、蟹棒。这个奇怪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在披萨上面放蟹棒，然后跟这个美乃滋也混过了。这是意粉酱。这是罐头番茄，还有 cheese。把这个桌子清理干净，我们要揉面。就站在那里吗？你就站在那里吗？我们要不穿围裙？穿了。我去给你拿围裙。这是我在泰国的厨师认证围裙。Which is not true, that was a lie。是这样吗？太，这也太大了吧？对，围裙嘛。去拿个电风扇吧。什么呀？想做什么做什么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风儿过浓了吧，亲？这是我们的高端厨房设备。OK， 开始吧。什么呀？我们先在案板上撒面粉。做防粘的作用，专业。我们都洗过手了，我把戒指也取下来了，我还把指甲剪短了。要不把指甲卸一下？我不要。这是我买的冷冻面团。它不会粘在包装上吗？它不会。嗯，好可爱啊。那它会粘在手上吗？会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有面粉啊？就正面放一下，反面放一下，这样它两边都防粘，然后它薄一点。那你要擀一擀。好像这样，你要撑着这样装，撑着这样，搞得好像很专业的一样。你就随便说说。哦、oh, ，it's working. No, no, it's not. 它不是圆的。妈妈说，为什么我的没有你的好看？为什么？我不同意。拿出我的烤盘。我觉得我的蛋不够薄，我觉得我好厚。要哭？有那味吗？有那感觉。下一步，我先给烤箱预热啊。预吧预。应该放蘑菇还是先放肉啊？对对对对。然后我要放培根。噔噔噔噔噔噔。cheese。这拿来洗澡呢，这边。看一下披萨。嘿嘿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默契是吧？哦，这是那个恐怖片吗？好恐怖啊！真的，好恐怖啊！天哪！哎呦，哦，好热，一股热浪，想手啊！放中层吗？我不懂，爆光爆的耶！拜拜了，我们下一个。要烤多久 ？OK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好。我会把它铲出来。哇，它沸腾了。哦。没胶。没胶了，没胶。拿我的方方和你的圆圆。这也太棒了，
就卖相而讲好像是我的赢，但是就好吃来讲应该是你的，因为你的比较均匀。吃一块你的蟹棒的，我先告诉你腥不腥，如果腥的话，腥的话也没有关系。好磕，我们放了超级多cheese。那你不就太烫？你太烫。这个面皮你觉得怎么样？挺薄的，其实。那我还没味道。你看我很，其实很薄。嗯。味道就是没有味道。所谓的披萨里，我觉得面皮挺好啊，因为它很便宜。